们又来干海了，刚一下来发现一个小皮皮虾啊，这个皮皮虾这个季节是特别特别的肥啊，你看看这个大黄黄，收了它。又来一个小八爪鱼，正在吐了它的小舌头，这个八爪鱼回家拿回家，起个锅烧个油，来上个爆头，特别特别的过瘾。你看到它大大的长腿，长了好多触须啊，这个咱收了它。又来一个扇贝肉，这个扇贝肉的里边的肉可以炒个红辣椒，特别的好吃啊，收了它。又来一个双头蛏，这个双头蛏长得你看看，哇塞，还两个头，特别的好吃，我感觉比竹节蛏好吃。哇，这天哪，来了个大猫眼螺，看正在卧沙，哇塞哇塞哇塞，看什么呀？哇去，捏一下特别的解压呀，你看看这个大肉，这个特别的好，收了它。又来一个小梭子蟹，这个梭子蟹现在特别特别的肥啊，快看啊，张牙舞爪。又来一条小钉子鱼，哎呦，还弹我嘞，这个钉子鱼也太小了，咱放了它啊，不要嫌弃。又来一个海葵，可能是昨天晚上大风大浪吹上来了，这个没有根，这个海葵回家煲个汤特别好吃。哇这天哪，快看，又来一个鸭嘴鱼啊，你看长的这个大嘴子，像不像一个长嘴驴的鱼啊，这个小眼神也没神了。这个鱼听说也非常好吃，营养特别的高，正在直播中，能不能给我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喽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